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嗨，嗨，Hello， 小哥哥，你在干嘛？你好高、哦，而且为什么穿这样？他这样性感啊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看一下。啊，什么裤子啊？变态偷窥是这样的，我教你们一招，我没穿好，我不会被抓，可是你们可能会被抓。有人偷看我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，什么颜色？不好意思透露，你们自己可以。你的棍子收起来，警察在旁边啊。那根太细了，看得到的。你们不要看我妹妹的内裤，我就不会打人了。没啦，这个啦，这个人啦、啊，这个人看看啦、啊，北极熊啊，不是我，问题啊，低啊呢，我是怕他让人家看看啦、啊，叫他穿个裤子而已啦。妹妹，你跟我走啊，不要理他们，走。哥哥，不用你揍他，我来。肩膀不会酸吗？紧张。酸！现在我的球棒也很轻啊，敲到不会痛。警察拿那个来录影。要不要敲看看？不会痛啊！你的棍子啦，两下都在地板上流，然后就可以吃番茄酱了，不会痛啦。我觉得我是不是又该？没有啦，有太阳啊，上面有太阳啊。像我里面有穿裤子。你敢？他玩互打，他玩互打。我说我去换衣服。好了，你换那个好了。我带你去的。你又凶我，你又误会我。我走，这位小姐姐，你的眼睛看起来，给我面包跟水。你的眼睛还好吗？周杰伦啊！哦，谁打的？为什么受伤了？你要不要再唱歌啦？有，你的，你要不要再唱歌啦？左眼，不好意思啊，受伤了。我要先带他走一下，我刚刚有事情要说。他可能需要去医院看一下医生了。等一下，过来唱歌给我听啊！我要听煎熬了。不要跳，不要跳了。不要想不开啊！请拨打1999，摔倒了，1999啊，摔倒而已啦。